六哥，就是下放到这个石口劳教农场的食堂做苦役。那里的监管和警备，远远比不上监狱和看守所。那也不能硬闯，共军的防范还是很严的。如今，我们家底单薄，留下的弟兄们所剩无几，能够撑到今天的，实属不易。万万不能再轻易涉险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 可是今时不同往日，此次我们要救出六哥，不是我公署单纯的哥们义气，而是台湾情报总部的指令。国民党情报机构在大陆的崛起和振兴，靠的就是六哥重出江湖。阿弥陀佛，严长官，我打听到一个消息，收视县因为人局不足，被释放了，县镇衙门地方交改到监管。 消息可靠吗？前真万有。会有这么巧？是阎王员住所吗？不是，那个地方很偏僻，是剿血的一个镇上。对了，把他送到一个人口稀少的偏僻地段，那至少说明共党对他还是放心不下。 你能保证再过了这么多年之后，他一点都没变吗？共党的攻心术，可是摧垮了我党不少的有识之士。你说别人能变，我信，但是六哥绝对不会。你能不能别这么自信？我这不是自信，这是事实啊！死在六哥手上的共党可不在少数，像六哥的这种情况，即便共党不杀他。 也绝不会放过他，至少这一辈子的大牢是坐定了。那你想怎么接近周志谦？就算他有本事让共党对他查无实据，可是共党就能轻易放过他吗？难道就不会派人暗中对他监视？那是自然呢，对他监视才对啊。要是不对他监视，那反倒有问题了。那你还怎么救？不用说，他的一举一动。 肯定捏在人家手里。凡事都有例外，只有在这一天，监视他的人，老虎也会打个盹儿。清明节。没错，只有在这一天，六哥出门，才最合情合理，也最不容易遭人怀疑。你们试想一下，六哥这么多年了，不是关在监狱，就是下放到劳教农场。 总算出来了，给自己死了多年的老婆上个坟，这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？城北的乱坟岗，据说是山城闹鬼的地方。从清朝末年到现在，究竟这里埋过多少死人，已经无从查考。无论是倒在街头的乞丐，还是买不起坟地的平民百姓。 亦或是干着掉头买卖，伸手易触的绿林草莽，只要被一卷破席盖过，最终都会送到这里来下葬。林桃的骨灰被埋在这里已经9年了。秋荷妈妈带着我，年年清明前来祭拜，正要先来这儿。 还是第一次。
还有幸能跟你见上一面，别先留个心痕。柳哥知道你爱干净，每天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，整个人鲜鲜亮亮的。柳哥来帮你收拾收拾，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这辈子你犯的最大的错误，就是嫁给了我。当初要不是你走投无路，硬生生的和我捆绑到一块儿，以你的花容月貌，现在的小日子比哪个女人都过得有滋有味。走吧，走了也好，你活着也是种负担。其实刘哥心里挺想你的，你死了以后我才发现，我对你比对我自己感情更深。我这辈子你正经算是我的发妻，你希望我能把孩子带大，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我活得跟你比起来还不如你，人不人鬼不鬼，我欠你跟孩子的，这一辈子恐怕还不上了。如果有来生，当牛做马，我也会偿还的。谁？是人是鬼啊？1960年的清明节，因为秋和妈妈生病了，我们没有在这一天来乱坟岗给我母亲临洮上坟，因而也错过了公树被我公安人员抓捕的惊心动魄的一幕。刘哥，老天爷指路，让我在六嫂的坟前还真找着你了。弹指一挥间，14年，刘哥，你为什么不给兄弟们带个信呢？共党盯得紧，我能苟且偷生，已经算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了。怎么还敢轻举妄动啊？以我的秉性，即便是去了台湾，也还是人在泥里，气在云端，一样会被人收拾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郑老板在弥留之际，还不忘举荐你，还亲自给我你爹们下达了任务，所以我这次来，就是为了找到您，传达郑老板的遗嘱，请您出山，主持内地特工系统的大局。哥哥，咱们兄弟翻身的日子到了。刘哥，咱不说那些不愉快的了，你有没有带点吃的？我都快饿死了，您要再不来，
我就快一命呜呼了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这还有。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 我没怎么熬。52年啊，台湾就定令我去香港述职了。我原本以为能够再去台湾的，可谁成想，这帮混蛋根本就不信入大陆回去的人，死活不让我入境，我就只好在香港待着了。要不是郑老板提起了您，他们也不会想到我。既然已经出去了。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要是换了别人，打死我都不回来。可您不一样啊，因为您是六哥，您是不收一分钱，就看把我扶上高位的六哥。今后有什么打算？还跟你打下手，如今啊。 在国民党的情报界，政界明毛人凤等一批元老都已经故去，除了您，我想象不到谁还敢自称老大。 我曾经跟简直说过，我说我们跟六哥呀，是人生不相见，同属身与伤。我真的。 我以为这一辈子我都再也见不着您了，可是老天爷有眼，凡事都有个例外，还真让我撞见您了。明日隔山月，世事两茫茫。 以你现在的本事，已经不在我之下了。能算准了我来上坟，说明你已经把我看透了。六哥，这话不是这么说的。为了见您，我想来想去，也就是这儿最安全、最不显眼，也是您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。所以，我就委屈了一下自己。 陪六嫂小住了几天，你为什么不多补几个暗哨啊？哥哥，不是不想补，实在是兄弟们剩下的不多了，捉襟见肘啊。这不，只安排了一个老温，隔三差五的给我送点吃的。 那我要是不来呢？您要是再晚来几个时辰，我可就真撑不住了。干咱们这行的，有时候凭的就是运气。六哥，我这还有点钱，今年是咱们兄弟久别重逢，我请你进城下馆子，慢点啊。这哪是什么说话的地方啊？ 咱们找个像样的馆子，今天咱们兄弟不醉不归。啊，我这头发也该剃剃了，这副尊容见六哥，着实不雅不恭。该他50大板，只要有六哥在，不出几年，我们身边又会多出一大批的兄弟。您不是说过吗？旷野里的小草，冬去春来，一岁一枯荣吗？
你不利索，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紧跟着兄弟。咱们兄弟不能再走散了。 公署被捕的消息，迅速传遍了山城。就连远在北京的中央，也在第一时间拍发了驻截电报。就在公署被带进牢房的那一刻，山城的大街小巷都燃起了烟花爆竹，敲起喧天的锣鼓。老钱呐，这外边孩子游行呢。 大快人心事，老百姓啊，要扬眉吐气一下嘛！哎，你去看小虎了啊？醒了没有？醒了。哎，不过，一听说公输落网了，他立马又给晕过去了。为什么？你想，公输落网了，可没落在他手上，小五心不甘呐。这有什么甘不甘的啊？他这样是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作怪。 公输落网，老百姓欢天喜地，哎，游行的队伍敲锣打鼓，还扭上了秧歌，哈哈！我一直有个疑问，你说这公输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是谁那么有本事把他给抓了？啊？ 严长官。 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公军的大牢监狱固若金汤，就凭我们几个人几把枪，根本救不出龚长官。龚军，怎么可能会抓到他呢？几天不见，怎么就突然间出事了呢？为什么？要是再想出办法，龚长官就……城里的老百姓。 都已经疯了，天天喊着口号，嚷嚷着要枪毙龚长官，还要立即执行，说他罪该万死，死有余辜。严长官，听着，公树是猫，有九条命，他死不了。我严娥。 不用说，公树没吐一个字。对，坚不吐实。早就料到会是这样一种结果，看来公树回来的另外一个任务的内容，会跟他一起埋进坟墓。根据北京总部的指示精神，公树的案子不能含糊其辞，要公正公开，就是想让他挨枪子儿。
也要死得明明白白，绝对不能无中生有。问题是，这家伙绝不白给啊，心理素质好着呢，是个货真价实的滚刀肉啊。如果真要先提出探监，安排一下。好的，这件事情我亲自去安排。老郑已经提出来了，说你答应过他，可以送公诉最后一程。郑耀先的情况怎么样？他心里的这道坎儿还没有转过来。人非草木嘛。虽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，但也是人间烟火，少不了亲朋故友，免不了七情六欲。郑耀先心里涌动着一个想法，公树来日无多，要让他知道自己和他是信仰不同的两种人，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员，抓捕他是自己的职责。有肉还真不错呀，我有些日子没吃肉了。我跟上面说了，你的伙食由我出钱负责，想吃点什么直接跟他们说。谢谢，我总吃你的饭。1946年的春天，我杀完了高占龙，你就请我在玫瑰饭店的西餐厅吃饭。那顿饭吃的是相当的不错，有红葡萄酒，有牛排。你知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少天没吃上肉了？我很想再请你吃一顿，有红酒、有牛排的饭。可现在条件不行。没想到你会来。刘哥，我要以何面目对你？结局如此，只能远渡扶疏。啊！你他妈居然背叛党国！王郑老板临死还举荐你出山主持大局，王蒋总统这么些年还能想起你。军统六哥郑耀先都背叛了国民党，那国民党还有救吗？还有救吗？我从来就没背叛过，也从来不属于你们那个党。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，曾经是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，永远都不会改变。
旦发现他是共党，就地正法，格杀勿论。若要是发现他有投共嫌疑，同样取下他项上的人头。这要写，你让我被军统统然颜面扫尽。这世间的万事万物，有几件有答案？大到宇宙，小到人类，你知道你自己是从哪里来，又要到哪里去吗？个人得失与民族与国家轻如尘埃。武学当中最高的境界就是徒手无剑，仅凭手中的剑气就可以杀敌于三步之外。老张，你把我吓死了！你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吗？啊，整整的一天一夜。别再折磨自己了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他们都是我潜伏敌人朝夕相处的一些人，有的随我浴血抗日前线，这一个二个的却落到了如此田地。谁让他们走到人命的对立面了？你只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责任而已。我若引导他们能够重新选择人生信仰，那么现在或许是好父亲、好丈夫，更有可能是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光荣普通的劳动者，眼下却沦为人民的敌人。老郑，你不要责怪自己。我后悔没能多做一些。当年站在党旗下面，我紧握拳头宣读入党誓言，不怕个人牺牲，要努力革命，并发誓永不叛党。老陈，你知道传说中的凤凰涅槃的故事吗？我只是执着忠诚于革命，忠诚于党，金刚之身我没有。我真的是没有啊。首长，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他的情绪，短时期能平复下来吗？
那要看他自己的了。虽然作为一名共产党人，用钢铁铸造，谁又少得了七情六欲？那凤凰涅槃是什么意思啊？凤凰每500年一次，即梧桐之夜，背负着人间所有恩怨情仇，义无反顾，投身熊熊大火自焚，肉体接受痛苦轮回，最终以美好躯体浴火重生，谁都想得出。是。但重生之后，不光其羽更丰，而且其音更清，其神更邃。想不到你还那么嚣张啊。打败我的又不是你，去叫郑耀先来。公主在这儿轮不上你耍威风。陈国华，我看过你的资料，还算是条好汉吧。8年抗战你在太行山没少跟小鬼子干，就冲这一点就比党国的很多高官强多了。行了，还是说说你是如何与人民为敌的吧。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说一样可以给你定罪，何去何从就看你自己认罪的态度了。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何必再问我？要说我杀共产党，没错，军统里的人谁手上没血债？因为国共是敌我关系，两军对垒，此刀见红，不是你死便是我亡。你没有与人民为敌吗？1951年，在甘泉村，你当着全村人的面杀害了我民兵骨干3名，他们的妻儿老小，眼睁睁地看着你用刺刀挑了他们的亲人。你跟你的主子蒋介石一个样，嘴巴上喊为国为民，实际上你们是最不为国为民的。国民政府说一套做一套，耍两面派，与郑华夏40载横征暴敛，民怨沸腾，通货膨胀严重，四大家族腐败，民心弃之久矣。历史的困惑还是留给历史自己去解答吧。公叔诉求一死，你为这样的党国卖命，难道不后悔吗？1946年的春天，我随郑耀先去陕北延安，其实是奉了当时戴笠局长的密令，监视和考察他，并坐视他的共党嫌疑，就地处决。军统六哥郑耀先都是共党，郑老板还指望着他出山主持反共大事，这真是个黑色幽默。你说国民党能不败吗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让你别跟来，怎么回事你啊？赶紧回去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回去。不能落下我。你们先去。我们生死未卜，不得不逃离。我已经入伙了，你们不能把我当外人。时间紧，我没时间跟你废话，赶紧回去。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一起死。你给我站住！你要再不回去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我让你成傻子，
再成瘸子，让你一辈子都找不着女人。求求你们了，你让我跟着你们去吧。我不是傻子，你别叫我傻子，我不傻。我知道你不傻。记住，那张宫门岛的邮票，千万要收好。有一天，一定会用上。这是任务。秦师长，怎么了？发现岩鹅了。已经被我们包围在黑龙峡一处山窝里，双方已经交火，很是顽固，宣传攻势不起作用，拒不投降。既然如此，就地消灭。老天保佑，你们有命，就快逃吧。